好，来看这个特殊活动啊，特殊任务活动，来看一下，对吧？总共有九张啊，然后 MK 挑战嘛，每个系列都有两个 MK 挑战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基本，我们直接看这个这两个哦，就是高密度陷阱，然后不可信的门，对，更多怪物，更多陷阱，被加固的门，被封锁的门。四的话，最后一关是陷阱，敌人。陷阱更多，陷阱更致更多，敌人更多。有限的情报，任务细节会有所限制。哦，藏身处更多怪，不可信的门，然后有限的物品，道具找到更少，更难找到。第二关呢，对，一模一样。这个基本上。这都一模一样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计划应该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一样的东西啊。那 X 计划的话就是，也差不多啊，定时铁门，对，然后封锁的道路，有限的情报，锁住的物品。没有技术物品，找不到任何技术物品，然后有一击毙命，这都有一击毙命。那这个的话比较特殊，小偷装备配置少一个物品栏，但大部分物品都在锁住的箱子里。然后赤裸与恐惧，我觉得是最靠北的，没有技能。也没有道具，他只给你这三个道具。别发出声音，对声音敏感度极高的敌人会有额外的噪音陷阱。这个的话，可能那个拖鞋那个技能应该就无效，就是降低踩玻璃的声音应该是无效。就是这个对最后一关陷阱。没有情报，会告诉你，不会提示你，比如说钥匙啊，或者是哪些任务道具在哪里，它不会完全不会提示你，你要自己找。然后这都是第二版本的藏身处，更多怪物，有限的物品，这物品真的超少，跟没有差不多，接近快没了。对，这是 X 计划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它这个这是什么计划？阿法计划还是什么计划？看到什么？记得他最靠背的是这个强者同行，就是除了聊天语音聊天受限之外，你一定要靠近你的队友，你离队友太远就直接扣血，扣到你直接死掉。干，这真的超靠背，这有这个在，你干你根本就很难一个人溜那些怪，应该说你溜怪你一定要溜在队友附近。你离队友太远，溜一溜，你可能就自己玩死自己。所以这真的是这个技能，这个计划最靠背，就是这个。然后之后一击毙命嘛，更多威胁，更多敌人，更多陷阱，然后不可信的门，这也是靠背之一啊。没有药品，你找不到任何补血跟那个解毒剂，解那个神经毒的，完全找不到。这关也一样，这危险吗？致命的敌人就差不多了，更多那个比较大只的那种，不是小怪，它大怪。然后主要是这两个，对。干这关真的这些真的超难的，没有找不到药品，然后你要强行跟在队友身边，你不能一个人在那边溜，那很难的、啊，很难操作。做任何任务都要一起行动。六怪一起行动，
然后做任务要一起行动。路人我是觉得有点难破。反正这几关到第六都差不多了，都是这样。那七八九最靠北啊，七八九就是一样嘛，这个嘛，这个，对。那它最大的不同是这个，它给你药品，就是你道具中，环境中找到药品，但是你被禁止使用技能，等于是你技能直接废掉了，你没有技能。这是超靠北，然后你又要强行合作，然后他不给你技能，看我真的不知道这要怎么做，这超难，真的超难。三关最难，这就是最新的计划。OK。